おい、何の用だ。余計なこと聞くんじゃない。来い。やだ。 どうかな。
你爹哋啊，系咪死党先？梗系啦，无谓帮手做咩啊？咁就可以讲老实说话啦。嗯？我惊你今日冇咁顺利啊。哦，你惊我爹哋知道我结婚嚟搞破坏啊？唔会啩，咁卑嘛？我唔知点解我爹哋爹咁追佢。唉，点都好啦，结咗婚先算。 我唔系讲你爹哋啊，我讲新郎哥个小姐。放心啦，我前几晚先同佢讲过电话，佢仲问我中唔中意结婚礼物啊。佢喺香港，搞掂新屋啲嘢咧，就会飞过嚟同我会合噶啦。唔系啊嘛，你结婚咁大件事，几日冇同佢讲过电话啊？有啊，不过唔知点解打几堆留言信箱啫嘛。留言信箱之嘛，冇理由噶。 日子時間佢定嘅，so，班機 delay 咯。咩事？我打去航空公司問過，原來班機4個幾鐘頭之前已經到咗噶啦。或者係搭咗第二班機咧？我哋check過曬其他航空公司噶啦。可能佢唔中意搭飛機，中意放飛機咯。仲有啊！ 锁系我装，我今日入到嚟啦。我喺呢间屋嘅室内设计师。哦，装修个不大勇啊！喂，啲嘢搞掂晒噶咯，你仲嚟呢度做咩啊？你都知搞掂晒啦。做咩啊？你做乜嘢而家？我话你老公。咩老公啊？我未嫁噶。未嫁或者你同居咯，我一齐。你仲行啊？我都唔系好想行嘅，我想坐喺度。你话俾佢听佢喺边？ 仲咩话俾你听佢喺边啊？你而家乱闯私人地方，佢搵人拉你噶！咪咯，报警啦，即管报警啦，睇边个犯法。咪老实话俾你听啦，我收咗美琪啦，$2,837,695啊！睇下，睇下边个签名？点会咁噶？我都唔知啊，但到啪啪声啊，空头支票啊！数？喂喂，宋嘉怡，喂你攞张车去边啊？ 喂，喂，送鬼而话，喂，你攞张车去边啊？喂，送位先别识啊，攞翻嚟。喂，攞翻嚟。你讲我信噶啦，我点知你讲啲嘢系咪真噶？我真系发过你两公婆天生一对噶，一个系玩失租，一个系玩无赖话俾你。你又无赖啊？仲俾我搵唔到机票去动物园，哇！有钱就动物又冇钱还债，你整个高级无赖嚟噶。咩啊？有钱就富贵自己，阴质啊人哋。话俾你，好彩你咪谂仔。今日点啊？如果我兜上嗌你$300,000,再加你个$780,000，咁咪做装修啊？我系 designer，我识计数，唔该你麻烦点样 check 我。 话俾人好男不与恶婆斗，话晒我都系 designer， 我有修养。Got it.
一齊。你嘅 passport， 你哋嘅登機證，而家可以上機嘅啦。Thank you。我唔係同你一齊嘅喎。你講笑。俾翻我啊！你做乜跟住我啫？去日本旅行，我哋老公啊，即刻老千家族嚟嘅真係。你究竟想點啊？想點？唔跟你跟邊個？人衰行路打到褪 ，lift 又坏埋，你估你黑定我黑啊？我嚟啊！哇，系、哎、呀！喂，真系使拎咁多嘢啊？你谂住移民啊？唔翻嚟啊？不过话时话，如果移民冇嚟呢一个 keep 咁少嘅，喂，但系呢个 keep 青 BB 都唔系好衬你嘅。你中意绿色啊？喂，哇！咦，原來一個，哎呀，咁蠢嘅，一早咁樣拎咪得咯，真係。不話時話，你唔講嘢咪會口臭嘅咧嚇。咪埋呢條啊！哎，喺呢度啦，高橋裕二啊，咩咧？喂，得你見到佢斯文啲啊，追數還追數。得啦。追數啊！快啲還錢啊！是不是搞錯了地址啊？吉屋一間，佢連屋都搬埋。喂，佢係丈夫嚟噶，你都知啩？我唔知道啊，佢連結婚嗰都冇嚟到啊。Sorry， 高橋，咩人嚟噶？你識唔識佢哋噶？唔識噶喎。坐喺度。诶，捉到捉到，佢讲咩啊？你捉我哋喎？唔系啊，搞错喂！我谂你搞错喂，同佢讲清楚，搞错我哋啦喂！你说乞丐哟，乞丐买单，我家里的说，我担心我家爹奶奶哟。喂，你咪同我哋讲咗，叫你唔好打噶啦咩？讲咗啦。点解唔打噶？啊！讲咗未噶？讲咗啦。Welcome.
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メイシーさん。私を知ってるの？ユージに頼まれて、私を探してるの？彼はどこ？後でわかるわ。喂，你识得佢噶？好彩我突然出现咋，如果唔系真系大剂啊！喂，头先嗰班友咧识中国功夫喎，几犀利噶，有机会同佢接触下先得噶。喂，同我讲声啦，多谢啊喂，啊。ほっといていいのよ。面倒くさいやつだから。讲咗啦。啊，系啊。佢叫你收声我。佢嘴冇喐过，佢笑一笑啫嘛。你屈到笨啊？我一定教你噶，我都识日文噶。Hello Hello 小姐，你好靓啊。收爹啦。捕まってて、また落ちてきたわ。Macy 小姐，欢迎你安全来到东京，帮我夹住下呢嗰班马里佬。系，知道啦。我哋上上面倾。请坐。点解你个个都识讲广东话嘅？你哋系咩人嚟？佢哋博使命同廣東話，佢哋聽你羅曬啊嘛！你都係啦，中午快啲落開，得啦。我叫林貴仁，中國人，阿里沙，早八合，大早救你嗰個叫直美，佢哋全部都係我助手。阿魯日本人，老闆娘夏威夷日本人，我哋全部都係好人。This is my name card。林貴仁，咦，你係私家偵探嚟噶？長話短説啦，今日襲擊你嗰班人就係東京神户組組長伊藤武嘅手下，佢哋捉你嘅目的就係同你未婚夫高橋如意有關，所以你而家嘅處境好危險。你講我哋要信嘅咯。阿 Macy 小姐，你唔信我都冇辦法。佢哋一早已經派咗人嚟香港揾你，但係估唔到你會親自送上門。誒，呢邊啊，唔該。點解你知咁多嘢㗎？再多都知。譬如話你幾揮得下咁啦，你又知？點解佢哋要捉我啊？點解你要監視我哋？佢哋捉你同我監視你嘅目的都係一樣，希望喺你身上面揾到高橋。高橋有啲咩問題？老闆娘，嗨！呢個故仔由個零兩個星期前開始講起。玩緊攞到我未啊？咦，好犀利，你都話仲有五次咯！嚟嚟嚟嚟嚟，唔好爭，唔好爭，唔爭！哎，開門，開門，門鐘響，有生意啊！快啲，係啊！使唔使飛入嚟啊？好趕住玩啊！喂喂喂！哎呀！喂，出到出到！
誰だか知ってるか。こんな格好じゃ見えないよ。日本最大の組織、神戸組六代目組長、伊藤隆。隆じゃない、影氏だ。変な名前だから。日本語もろくに喋れないのに探偵やってんのか。俺は気に入ったぞ。悪かったな。俺は頭を使うんだ。だからお前に頼みに来たんだ。この女を探してくれ。堂堂一黑帮首领，手下咁多人，使嚟帮衬我，但系谂深一层又唔出奇啊！你啲老婆出去勾佬喎，俾自己兄弟知道咪好冇面？咁搵个日文都讲得唔好嘅中国人嚟查，万一泄漏咗出去啊，你都唔会信啦，大不了咪杀埋我。来了。高級来了。君が今日撮った素晴らしい作品を俺にも見せてくれないか。いいよ。只不过好快俾我查到呢个高桥裕二啊，系一间美资投资公司嘅亚洲总裁，时时喺香港、美国、日本几边走。佢捞得好掂，有几个日本黑社会都系佢啲大侠，包括伊藤同埋美雪。思ってるやつって助かったよ。仕事の話はこれで終わりだ。今夜楽しもう。ありがとう。虽然我系私家侦探，但我份人冇乜所谓嘅，有钱揾就揾噶啦，最紧要大家开心。紹介するよ。彼は林隆人さんと言ってね、中華街で一番有名な探偵で、僕のパートナー。何かあったら面倒見てやってくれ。あ、そうですか。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乾杯。我都觉得奇怪嘅，周围同人讲话我系佢好朋友。仲話係 partner 添。嗰日我翻到偵探社，伊藤同佢啲人已經喺度等緊我。我正想話將啲相一相而賣，誰不知？私もらうのは随分遅かったな。俺の女は高橋と一緒に逃げた。
を最後に見た人間だろう。お前、高橋と親友らしいじゃないか。奴は今どこにいる？知らない。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ああ！宮本。后来终于被我查到，原来呢只美雪咧系伊藤身边最得宠嘅女人，佢一直帮伊藤掌管神户帮里面嘅主要财政，所以帮里面大大小小嘅事情佢知道得一清二楚。今次同高桥走佬唔单止立咗一大笔钱，仲攞咗帮里面一样好紧要嘅嘢，我嚟做护身符。至于系咩，我未查到，佢哋又唔知去边度疏符啦。我啊舐咁轻，事关全世界喺度刮紧佢哋，包括同佢有拉楞嘅人，即系我同埋你。总之高桥一日唔出现咧，我哋都冇好日子过。傻仔嚟嘅，报警咪得咯，咁简单。阿边个嚟做圣可？咩边个啊？北大勇先生，我 designer 嚟。怪唔知冇乜分析能力啊！你当我傻仔啊？我早就报咗警啦。总之冇死人冧楼，佢咪同你备案咯。得关人理你啊？咁系，你又咁醒，你搞掂噶啦。而家我哋搭埋一只船，希望你可以帮我手揾到高桥出嚟。林国仁先生。你估我信唔信你讲嘅嘢咧？信唔信你自己决定。咁大剂啊！哇，认真 bad taste 啊喂！有好嘅唔拣拣件咁嘅嘢，好彩你未嫁俾佢啊！真系。哇，你咁讲嚟噶？乜嘢啫？我费事人哋伤心啊嘛！你收地啦！而家揾笪安全嘅地方俾你休息先。高桥裕二，日本人。美国出世，美国长大，呢啲我全部都知啦。佢喺投资公司究竟系做咩生意？我唔知喎。我喺日本读书嗰时识佢咧，佢已经好叻噶啦。但系佢好少睇佢啲公事。咁你身边有咩亲人朋友咁咧？佢冇咩朋友噶，亲人都唔喺度。佢有今时今日咧，全家仔得翻嚟。佢最近有冇同你提过有啲咩麻烦？好似佢啲咁叻嘅男人，有咩麻烦自己都解决到啦。离谱，讲四句都赚足四句。唉，咁你平时倾啲咩噶？我哋平时倾啲乜嘢唔关你事啦，系嘛？啊，不过佢好有修养噶，唔会乱咁讲嘢。有修养你就知，你平时都冇同佢倾偈，有冇了解佢就话嫁俾佢，你系咪噶？而家系你嫁定我嫁？即系你一直都唔知道佢同日本嘅帮会有来往，更加唔知道佢同帮主嘅女人有路啦。我点知道？或者忽然间转咗口味咧 ？OK， 我同佢一齐，因为我中意佢啲钱。你答我啱唔啱听啊？我听日就要翻香港噶啦，就当我冇识佢呢个人啦。你都唔好再睇佢。Sorry 啊，我帮唔到你哋，我休息。不如你刷牙先啦。喂，你咁讲咩意思先？我想帮你啫喎。你口咁臭，我刷牙先啦。我翻房先。大佬，系啦，大佬，系系系，我真系会还钱。你系系系，我知我知。我再讲一次，我真系会还钱。但系咧，我真系俾人害。我翻嚟分期，你唔好讲粗口啦。嗰个女仔。佢都好慘。喂喂喂，早晨。咦，有衫換嘅，揾翻阿嬌啊！我冇曬事噶啦，我今朝去咗買衫，準下自己咯。靚唔靚啊？靚啊！
讚我靚，請你食早餐啦。美味しいですか？美味しい。Thank you。どうぞ。哇，使唔使啊？花悲憤為食量啊！喂，你差唔多要搭車去機場噶啦，我咧就夜啲 shopping 先翻去。但我冇理由掉低呢個人唔理噶喎。唉，一於係咁啦，等間搭的士去機場，使乜驚啫？乜係？條命係你嘅，你都唔擔心，我使乜擔心？啊，係。埋單啊！俾你噶。俾我？記住啊，332335，提款密碼嚟噶。户口度咧都仲有十幾廿萬嘅，但係還住俾你先咯。喂，咁即係點啊？咁即係當係幫阿高橋還錢啦，定你借俾我？點都好啦，成件事都唔關你事嘅，咪就當我幫佢還住錢俾你先咯。仲爭嗰筆咧，我就冇啦。如果第日真係見翻佢咧，我一定會幫你追佢。332335 33 23 23 35都唔錯啊，幾好啊！都话唔讲咗俾你听噶啦，不过炎夏低日粗咗少少，不过点都系我都收起佢噶。够唔够钱啊？够啦。成田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彼には変えてもらった。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死八妹，早知你有警棍。どうぞこちらの方に。こちらはプライベートオフィスですか。何かご用ですか。何を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帰ってくれ。はい、メイシ。元気。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いいよ。お疲れ様です。どうぞ。あったら赤川さんと連絡を取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い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かね。僕も探してるんだが。結婚すっぽかされて、私彼を探しに日本に来ました。彼に何かあったらと思うと心配で。大丈夫だよ。彼は何か特別なものを君に預けた。そこからたどればわ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よく思い出してみて。例えばセーフティーボックスの鍵とかディスクとかメモとか。何やってるんですか。あ、オッケー、出てっ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オッケー。バイバイ。ないです。あ、何か飲むの聞くの忘れてたね。コーヒーでいい。お前そこで何やってんだ。眠くない。
これから僕の言うことに答えてくれ。いいね。はい。準備起来，韩博洋。那男的。走，走，走。上面侧楼，一箭一河入都可以。赤川事务所。鬼死抵死嘅啫，你系啦，帮我及实啦。系。あのすみません、赤川さん。啊，傻仔有 lift 都唔搭，梗系跑楼梯点？上车啦，高手！你讲咩事啊？你几耐？咪喺你第四招神龙摆未跣脚，跟住嗰个大海无量打埋墙嗰时到噶咯。哇！你冇搞错，你仲要打定帮手？哇！你咁挥得，我使唔使帮手啊？哇！你啊精啊，我啊打你啊英雄救美。喂，咁自古英雄就救靓女噶啦，咁你又唔系英雄，靓女梗系我救啦，系嘛？系啊。哇！我睇到日本仔咧，唔知俾啲咩佢饮啊，饮到佢咁样嘅。你是 Macy 小姐？是啊。你为什么来日本找高桥？她答应跟我结婚，但没来到。她好像被人催眠一样，说话懵下懵下。一定是喝了美国特务机关常用的 TTTTT。TTTTT， 好多杯茶。Hill， they tell the truth。你怎么挑我啫？无啦啦讲粗口。硬挑就挑啊！Till they tell the truth， 直到佢講真話為止，係一種催眠精神科藥物，可以令人嘅意志力咧減到最低。對於一般普通人嚟講咧 ，very effective。但係對於啲受過特別訓練嘅間諜，或者意志力特別堅強嘅人咧，完全冇用。高橋最近俾過啲咩你啊？有，有好多，係一堆婚紗設計圖片。減肥餐單、愛滋測試，喂，你見到佢語無倫次，冇曬汗啦，冇問啦，喂，救翻醒佢啦，不如，如果你要查，你自己查啦。我查過曬所有銀行噶啦。阿高橋除咗銀行之外，有咩地方有保險箱或者 locker 咁噶？有喎，有一間會所。叫咩名啊？唔知。地址咧？唔記得啦！屌，乜都唔記得咁死啦！我識去。點去噶？我識去，識講。咁你帶我哋去咪得咯？喂 ，Macy， 喂 ，Macy， 喂，你醒啊！仲喂乜嘢啫？你同情下人嚟得唔得啊？人哋弱質旅遊嚟噶。由得佢，弱力過咗就唔會講噶啦。你係咪嚟追高橋數噶？
嚟追數啊，追女仔啊！你唔想水落石出嘅咩？我唔係唔想水落石出啊！你睇到人哋咁，你咁忍心嘅咩？喂，查案係咁噶啦，還埋添啦，咁我好啦。阿親都暈咗，我話俾你聽啊！我忍你好耐噶啦，我真係想揼你一鑊噶。係啊，我好驚啊，我好驚你用嗰招飛龍在天嚟。我唔會用呢招啊，咩？我用橫財就走，啄你頭暈噶啦，話俾你聽。試下，我拉起手，我拉住你個脈門啊，攬住攬住。喺度我唔。唔好阻住我揸車啊！好啊。做咩喺度噶？你乜都唔记得？我记得赤川俾一杯咖啡我饮，跟住问我好多嘢。哦，诶 ，Miss 小姐，你想点啊？由佢啦，冇人当贼扮，系个赤川唔知俾咩药你食啫嘛，唔系我哋啊。好彩我哋及时赶到咋。照计阿高桥咧就唔会咁蠢，将啲咁紧要嘅嘢袋喺个身嗰度四周围走。起初我以為佢會將啲嘢擺咗喺你嗰度，咁萬一真係俾黑幫捉到，都唔敢即刻殺佢住啊！但係頭先你同我提過，佢俾你啲嘢又唔多次，可能真係擺咗喺會所落架嗰度。Miss 啊，你諗清楚啊！要查嗰啲差唔多過一段落噶啦，攞日本咧好危險噶。唔係啦，我決定咧聽日同佢翻香港。哼，你真係天真，你以為翻到香港就冇事啊？如果嗰樣嘢對赤川同埋伊藤咁緊要，你估佢哋會唔會香港揾 Miss 啊啦？俾個自己諗下啦。好，我听日带你去间会所。啊！挖挖挖，潇洒的举重量，啦啦。Miss，喂，Miss唔见咗啊！我隔十分鐘 check 過一次，但佢真係唔見咗喎。咁你沖涼沖咗幾耐啊？咁咪即係四十零分鐘到咯，使唔使諗咁耐啊？佢哋喺前面間酒吧等緊我哋啊！把聲啊！すいませんあと3番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れやめといちゃおうもめやわこれ少女太多自己啦哦你哋嚟咗快过嚟同我饮啊叫你啊，快陪人飲酒啦！做乜唔喐啊？唔係好緊人嘅咩？もう飲んじゃダメだって。飲んで。もうダメ、本当に。ね？其實佢都唔錯啊，人又靚，人品又好。佢露出尾巴啦咩？我露出條尾巴唔輪到你啊！但我處無芳草啦，罐頭都有啦，呢啲係用完抌嘅咯，唔好再索落去啦。そうそう、落ち込まないで。あんな男どうでもいいじゃない。冇咗個男人緊要咯，我知啊。我冇咗个男人，但我唔单止冇咗个男人，我仲冇埋自尊啊！但系我多咗一样嘢，就系一个永远兑现唔到嘅承诺。
唔甘心。我同屋企人反曬面，一個人嚟到日本揾佢。咁我真係貪佢啲錢咩？中意佢噶，琴晚系咪饮咗好多酒？好似呢边转右啊，系咪啊？前面转左啊，呢边转右啊。我琴晚系咪好丑怪啊？真系转右咧。嗱，唔好扰乱晒人，明明前面转左啊嘛，转左转右，咩事小姐？前面转左。嗱，系咪咧？转左啊！你搞错咧，都埋包拗颈啊！即系你话咗转左就转左啦。好鬼死黑嘢嘅你，你话咗转咗啊嘛，转咩油啫？冇嘢讲，谂过第二啲嘢讲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受付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名前お願いします。高橋裕二。こちらに番号の入力をお願いします。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好多人都用呢个密码嘅。喂，小姐啊，帮我查一间会所的资料。是。高桥带我来那里几次了。喂，咪住咪住，大家想清楚先。如果 locker 里面真的有料的话，比现在更大镬噶。走先啦你。黐线，我点走先啫？人都知道我同你一起的啦。喂，老细，呢间会所原来神户组伊藤开噶。走。喂，点啊？ようこそ我がクラブへ。私は伊藤と言います。あなたとあなた、すでに私たちの子分にお会いしました。この方は。まあ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ではない。あなた方が高橋のロッカーを開けたということはだ。奴と何ら関係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まま返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こいつらを捕まえろ。
條心聲先。喂喂，佢講咩啊？唔知啊，叫我哋開車走先喎。唔係啊，佢好似叫我哋開車，咁等佢先喎。喂，咪走先，等埋我先。我九條街係嘛？几型喎！
借支上嚟睇下，未見過啊！呢支係嘛？係啊，梗係唔得啦！啊，咁孤寒。哇！靠害啊你，唔該。喺日本好難買槍嘅喎，點解你會有槍？你究竟是什麼人？我玩啊，咪陣間走火就死人啊！真係。你個黑社會大佬伊藤請你查佢老婆，又可以追殺你，點解佢頭先唔識你？高橋同黑幫兩啲嘢係咪假嘅？啲相都係假噶。有啲嘢我唔講得俾你聽住。咁唔講得落車啦。信我啊！呢單嘢兩個搞唔掂。如果信佢真係死啦，落車啦。林貴人，你講係咪全部嘢都係假的？啲相係真的，高權黑幫兩隻佬都係真的。落車，落車啊！唔好查落去啦，不如翻香港啦，话晒自己的地方，有咩事都有人照应噶嘛。我而家唔想跟你翻香港啊！呢次系真系假，我都担心高桥安全。我真系报警。报咩警啊？冇用噶，你听唔到怪人讲咩？警方唔会相信我哋讲嘢噶。你识呢个人咩？佢讲嗰啲嘢冇句真噶。你车外报警啊！好啊，哎，看那边。喂，老细，系我啊！你要我扮嘅事，我扮妥咯。而家机场附近咯，放心啦，总之我收得你钱，我一定会安全送佢翻香港嘅。好啦，等我消息。你認識我嗎？哎，好吧，你跟我回去吧。咦，你好新手喔。不過可惜啊，我不會跟你回去的。是嗎？八大勇先生，我老闆神經妙算，早知道你會來機場，只有一條路，我們一定找到你。你
咪又係林貴人。女郎啫，你哋成班咧係咪黑鹹片㗎？哎呀哇！做咩咁大力啊？咦？點解人先唔坐後邊啫？收聲啊！喂，你日本人嚟㗎？收聲啊！我早知你咪私家偵探啦，你夠驚咩啊？秒查咩你？北大勇私家偵探。北大勇先生，香港人，29岁，自细最深武术，不过无心向学喎。17岁由香港走到中国参加国家武术学院，仲先后夺得4届个人武术冠军。咁劲，有冇读错啊？94年喺香港开咗间智勇侦探社，仲自己做埋私人保镖添。有冇咁犀利啊？你有啦，我唔冲动，人哋都未讲完。喺3个月前。你開始收大利銀行總裁每個月120,000元，任務係假裝室內設計師接近高橋，調查高橋嘅背景同埋佢追求 Macy 小姐嘅原因，即係總裁個女啦。可惜你仲未查到高橋有咩古惑，細估唔到呢單嘢咁棘手，連人保護唔到不特止，人去咗邊你都未知啊！佢講得啱唔啱啊？你話時話，點解查得咁清楚嘅你？好簡單啫。我揾啲手下查呢啲，查下嗰啲，查下你身邊嘅人，特別係你啲夥計喎。沙姐啊，發散啲人揾咩事？係，好方法啦。其實我查過你，你唔係私家偵探。你12歲嗰年同你阿爸移民嚟日本，喺度讀書，成績優異。但係畢業之後我查唔到，真係唔簡單。你係卧底啦，警察啦，定係日本廉警？點解要話你知啫？咁咪係嗱，見大家相識一場，我都唔想見到你好似一隻盲頭烏蠅咁衝嚟衝去。呢單嘢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你係一個2打6嘅私家偵探嚟嘅啫。呢單嘢你玩唔起嘅，翻香港啦，我會幫你及實咩事嘅。喂，但我去緊機場噶咯，你請我翻嚟啫。少少技術上嘅錯誤，其實我哋想揾咩事都係錯，可以咁講，唔好意思。嗱，而家我放你，揾人送埋你去飛機場。你唔會教嗰陣我？梗係唔會啦，我都衰到貼地啦，我諗住執包袱走噶啦。唉，話時話，你咁神通廣大，有仔對嚟。撇你啊撇，唔好問咁多嘢。哇，得啦。唉，鬆曬啦呢部啊，真係要鬆嘅鬆。我引你來，呢鑊我唔打你啦，我啲仔都唔好落，嚟啊！死仔嚟話，恩將仇報，我驚你啊！你就知啊，電你添啊！而家得啦，唔好電我啊，過電噶。我唔係一定要用電棒嘅，我用拳頭都得嘅。我先打爆你個鼻，擸盲你一隻眼，我睇你點樣着西裝。都唔係，
唔好真聽到你講嘢，先扣你喉，以後講唔到嘢好嘛？嗱，講我講，唔好打面啊！幾位貪靚嘅你，我信你啊！一張手報，我係中日混血兒，隸屬國防部國際間諜科，即係日本警視廳公安部外事第二課警視證，唔係好明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啊，即係好勁。咁都係嘅，如果唔係冇理由我查唔到。喂，話時話你個 pass 係嘛？我最中意用個 pass 隊員塊面嚟講嘢噶啦。啊，原來真係唔係狗仔隊喎。你都算聰明啊，識得問我攞 pass。人咧就唔可以睇外表嘅。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高橋係咩人？來日俾美時音嗰個叫赤川。他和高橋都是屬於美國 CIA 人員，這幾年來透過一間投資公司來掩飾他們自己的身份，後來還弄壞神戶組的伊藤武，利用黑幫的勢力將一批批 CIA 印的假日幣流入市面，讓日元慢慢貶值。 CIA 還叫高橋在香港追大利銀行總裁的女美士和她結婚，作為日後的部署，誰知高橋和伊藤的女人通姦，所以他就將 CIA 和黑幫交易的資料，連埋美雪手上面各位議員勾結黑幫和 CIA 的證據留在身邊做護身符。個零禮拜前，終於被伊藤發現了，於是高橋就和美雪帶了神戶幫一大筆錢走了路。CIA 和黑幫找不到高橋，唯有向他未婚妻 Macy 身上着手。昨晚 CIA 驚件事太過張揚，所以連赤川都調走了。呢劑嘢夠大鑊啦啩？咁Macy唔係好危險 ？Exactly 啊！咁我唔可以走啦，我要揾到佢先得。喂，我留喺度，我幫你手啊！點敢唔留你啊？你咁廢得，用咩打爛我塊面？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みんな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何が？よく聞いてくれよ。あ、鈴木君。あ、君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先ほど青島議員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と聞かされた。今朝。会員制クラブクラブ A が襲われた。襲ったのは男2人、女1人の中国人。以上のことを頭に入れて捜査に当たってほしい。以上。はい。はい、いい仕事なんだけどやね。AV なんだけど。もういいです。ちょっと、いいじゃん。絶対売れるっておい。なんだよ、そっくらいいいじゃねえかよ。逃げられちゃったよ。我而家咩都冇曬啦，你快啲嚟救我啦！幾重粗添啊！成身都係毛，背
意識定暗啦！擺人上嚟文緊品㗎嚇！你哋唔驚嘅咩？仲唔走？我點走啊 ，Macy 小姐？又係你叫我嚟，又叫我走，我好難做喎。邊個叫你嚟啊？你發神經啊？喂，你打俾你爹哋噶嘛？你爹哋 call 我噶，我咪周身冇啊，星星保鏢咯。佢咪就係你爹哋請嗰個打人唔係咁品嘅私家偵探兼保鏢咯。我唔會再信你哋噶啦。你想點啊？唔好再嘈啦，殺咗你噶。好嘈！救命啊！我抵手請入草叢搣爛曬你衫，跟住又奸，奸完之後砰砰聲殺，殺完亂淋淋咁奸，奸完又再殺。嗱，唔好嘈啦。咁搞翻我自己個領入去啊！畫翻呢塊面。喂，掂喎。原來我同你缺點一樣，最緊要快面。早啲翻去都好嘅，我都知道呢件事令到你好难过。既然啲证据都唔喺你手上，留你喺度都冇用，因为啲黑帮唔会香港揾你。喂，你放心喎，有我24小时喺你身边保护你。多谢你，星星。我哋个草邋遢，攞啲纸巾抹下嘴啊！润唇膏嚟噶，我咁多纸巾嘅你，日本通街随手可得啊！嚟啊，醒包你啊，袋住佢啊！喂，沙姐啊！喂，系啊，你行李我攞晒出嚟噶啦，你换翻件衫先啦。唔该晒。走！お前ね、よかった。どうしてここがわかったんだ。ティッシュをもらっただろう。新宿や池袋あたりでティッシュを配ってる連中、あれは全部うちの組が仕切ってんだ。お前たちを捕まえることぐらい簡単なことだ。啲鬼類似嘅，人哋派紙巾噶。喂，高橋はどこだ？組長が早く知りたがってるんだ。言わないとお前たちの命はないぞ。殺さないで。高橋を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る。本当は高橋に呼ばれて日本に来てるの。咩事講緊咩？佢話佢同高橋夾計，中間係日本人可以同佢注意。私は彼と明日の午後三時に。同我約咗高橋聽晏晝3点喺彩虹會所見面。你死八妹呃我哋，我哋咪又呃佢。もし私を殺さなければ、彼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ヤマト。はい。取引成立だ。車に乗っていただけ。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もらおう。はい。小心啊！佢哋揾到證據一樣唔會放過你噶。阿媽咧，今度は逃がさないぞ。殺だ！报警啊！唔系报警，谂住揾多啲人护送你哋去飞机场啫。老细，你冇事嘛？咁迟噶你哋？我哋一收到电话即刻嚟噶啦。咁而家点啊？诶，跟落嚟。咁我哋点啊？收工。睇下边个。
高橋我喺度。喂，你捉咗佢，唔搞咁多嘢做咩啫？唔係我哋捉噶，八日前佢同美少揸住架車喺北海道衝咗落山，佢昏迷咗入咗醫院，美少又入咗雪房。嗰邊啲警察根據佢嘅指模查到係我哋國防部要揾嘅人，於是喺高橋昏迷期間，我同上司又趕到去北海道接受調查。喂，冇啊，咩事啊？我打俾你好多次啦，都留意信箱嘅，記得啊，下位結婚噶啦，喺拉斯維加斯等你啊，拜。發生咗咩事啊？我過嚟揾你啊。高橋のフィアンセは中国人らしいな。君が彼女に接近して何かを探り出せ。そして奴らを全員捕まえるの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尋日佢醒翻之後，我哋即刻將佢運翻嚟東京，但係問極都問唔到嘢。後來仲俾 CIA 知道咗，即刻透過美國領事館限我哋24小時之內放人，仲話小條毛都升級為外交衝突。咁呢時人先至講大話。梗係啦，等你仲話人八婆。我諗佢諗住拖低日得一日啦，知道我哋身份之後，諗住我哋有辦法救佢啊嘛。喂，你用啲咩挑挑佢咪得咯？佢接受過嚴格訓練嘅 CIA 嚟噶嘛？話過俾你聽冇用噶啦。咁你做咩今朝仲瞞住我哋啫？話你 Mason 乜都唔知，再講你哋聽咗都冇用啦。留喺日本咪就係危險。咁咪真係冇曬辦法？你點知冇辦法？咪講你聽下。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國土？美國領事館啊嘛。嗱，你醒目仔嚟噶。如果 CIA 揾到你，你知你幾大劑噶啦。一家便宜兩家著啦，你將啲犯罪證據交俾我，我就轉你做污點證人，釘死佢哋。你講咁多，都係何物仇？烏鬼死有性格嘅啫你，有棍一棍留死你。我呢度。大使館の人間はどこだ？行け。自己搞掂。你真的嚟咗啊！快走啊！伊藤要捉你嘅。すれば秘密も同時に全て消えるってな。それはどうかな。10日以内に俺からの連絡がなければ俺の仲間が証拠書類のコピーを世界中のマスコミに公表する。当然日本の警視庁も知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俺が長生きしないと困るのはお前の方だ。咩少少危险？做大事梗有少少危险噶嘛。銃を捨てろ！俺が逃げ切ったらお前の秘密は永遠に守ってやる。よし、分かった。一番
都系你冇嚟到，系嚟唔到啊，定系唔想嚟？嚟唔到。捉住我。ありがとう。阿姐，お前も来い。バカなことを言うな。あれを持っていれば俺の身の安全はお前に保証されるんだ。大切にさせてもらうよ。みゆきは。事故で死んだ。あの交通事故で結婚式に来られ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すまなかった。証拠は全部処理してやる。これは人気の分だ。
ました。なお、アメリカ大使館と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This is especially for you. 哇！賣曬燒啦！你嚟嚟，我先揾唔到證據拉埋其他人啦。哎呀，唔緊要啦，佢哋聽日都走啦，我哋開開心心歡送佢咪得咯。做嘢嘅嘢盡咗力咪算咯，你起碼識咗我呢個老友啊！我都成日特技人咁啦。咪 ，Hello， 笑下啦，笑下啦，笑下啦。你要唔要去醫院度探高橋啊？我可以幫你安排喎。我唔會去噶啦。散嘅？我已經完完全全忘記咗佢啦。唔信噃？嗯，我哋攞啲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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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試下佢啫。输晒啦，女子就嚟啦！我今次认真噶，就算佢送俾我只戒指，我都可以。真系唔要？好出奇咩？我而家掉咗佢都得啊！我哋真系舍得掉啊！抌出去啊！你唔舍得，我帮你掉啊！等我帮你。抌啦！要叫你先，喂！抌咗啦！今次真系抌咗啦！估唔到块晶片塞埋只戒指度。我哋唔好话俾我听，只戒指犯罪证据啊！梗系啦，傻仔。ニュース速報をお伝えします。警視庁から正式な発表がありました。指定暴力団神戸組組長伊藤武史容疑者とアメリカ国籍を持つ日系ビジネスマン高橋裕二容疑者が本日正式に通貨偽造と偽造通貨行使の容疑で起訴されました。また3名の国会議員がこの事件に関与していたとの疑いもあり、我家嚟俾海喎，你又家嚟俾海啊？麻烦你攞嚟啊！你爸叫我睇神嚟嘅。日本政府咧应承保障你嘅人身安全，不过我唔去得啦，实在太多靓女喺度等紧我。我都知，不如咁啊，你请我留低。啲靓女俾钱请噶，每次破完嗰啲奖金咧就俾晒佢哋，唔系点会咁薄咁索啊？我冇讲过啦。佢咪几好？喂，喺嗰边喎。Stop stop， 行啊行啊，喂，死靓嘅戆沟女。なんだよお前ら、ふざけんなよ。どういうつもりだ。我咩？我听唔明。我话俾你听啊，你睇你油头粉面成个乸型咁，点识女朋友啊？我俾我识功夫，你小心啲啊！我一手可以将你五马分尸啊，攞去喂狗啊！你知唔知啊？嘥气啊你！佢唔识听噶。而家同我翻译啊。伊多库奇多，卡诺佐尼卡卡瓦鲁纳。什么？你们要把我五马分尸？你们是谁？国语，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告诉你，我是他的债务人 ，You know？ 不是他表弟，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你想怎么样？没有怎么样 ，Sorry， 好鬼类似啊你。表弟你好，完全是误会，对不起。我表弟唔话俾我听，